你吃。3.5一个，什么3.5一个？你要买我草莓屁股3.5一个呀？正在路上。你要多少？先给你来10,000啊！我去马路上发草莓，我让别人每一个人我这吃个草莓头，然后留个屁股给你，行不行？哦，鸟人，鸟人可是不好办呢、啊。这鸟人，哎，一扣啊，哎，来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鸟人，哎呦我这鸟人，我们赶紧升二啊！升二这波闪现E他就死。这个也许有点痛。这波死，好闪！没想到吧，炼金带闪现，傻了吧？个老鸟人，你个老鸟！兜回家了。拿下！一会儿这鸟人啊，我们地上铺一滩泥巴。他跑都跑不了，这把我决定先来个多兰戒。还是不要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省着这鸟人打我们太疼了，我先来个多兰戒的，一会儿回家整个布甲鞋，然后我们就蓝峡谷制造者变蓝莲汉的苦楚了。蓝莲汉不行，这波，这波出苦楚显然是不行。你四级让永恩给单杀了，兄弟，我没想到啊，不是单杀呀，是单杀，哎呀，不是单杀呀，怎么回事呢？好好踢死了平 A， 记得抢人头兜。干啥呀？你可真是要脸啊！我自己能推。靠！你要不然你再帮我赶开一波，也算你有心，行不行？减速鸟人。兜，这鸟人可有点疼啊！打人，鸟人生气了，回家。我们不讲孩子，这鸟人不废了吗？这鸟人，我已经随便杀他了，现在。我们无敌了，只要诱住这鸟人打不死我们，哎就行。那你倒来呀！卡一下兵线啊，看他上不上来。不上来，我们六级直接单杀他。
has been slain. 直接贴身单杀，明白不？你们可能不明白什么意思。杀鸟人怎么杀？首先往上跑，让他先移，移完以后撇他泥巴，泥巴撇完直接一个他背，他没有任何逃跑手段。如果我们先撇泥巴然后再背，他很有可能一个移就跑了，我们没有近身手段了，知道吗？学到了没？一会儿让你们看看怎么杀这只鸟啊。就先往他身上贴，让他移。好，直接开大招，兜，这有蓝枪，没蓝枪我就致命减盐了。等蓝枪没在塔前的，我们再把这塔逼吃了。清波线，我听到你了。再吃一波，直接撇个泥巴走了。哎，别急啊，这波可能可以尝试一波击杀。好，他回来了，把他逼走也行。其实逼走我们再收一波，先来一个炸血劈泥。我带的气定神闲蓝应该是够，这把不缺蓝。先出冰杖的，我看你像冰杖，你要给我整一首圣诞节呀，还先冰杖。这波兵线看他推不推，推他死，不推他亏，怎么玩？爆炸了，怎么玩怎么死。正在路上，去下路了，那推了吧。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还跑下路去了呢？来，直接给他推了，给他推没？放啊！直接放啊！你这不扛塔了吗？一会儿的。哎呀我操，还扛了一下塔，你说恶不恶心？这 ADC 怎么回事啊？啥意思啊？兜致命点炎，你要干啥？你要起飞呀、啊、你给我降落吧。你小破 ADC 还狂起来了。别在那点了，你说你无限烟烟单杀还点个屁，给你那老些人头你都打不过，人家满血把你给杀了。你说来、哎、血色玫瑰差不多是时候了，闪现，靠，算了，尴尬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，不搞了不搞了，搞不动了，给你撇他泥巴。
兜先死一个。你不是你怎么的呢？你这鸟人，哎呦，人有点多。嗯，来，依我来，依我我就给你背过去。来一个峡谷制造者。是妖还是不妖？也买错了，买针眼是傻子，谁买针眼？这种情况下不要买针眼，我们赶紧上线。我寻思鸟人飞的距离能够呢，没够，快点走吧，鸟人来了。那多少个人？你瞅瞅，一二三四，四个人。人真多呀！你们家怎么的？就不要了是吧？这上路无视我，那我可要无敌了啊！正在路上。行，无视我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你咋的呀？你很猛啊，兄弟。嗯？就这水平啊？你有盾弓吗？我想问一问。啊？哎呦啊！这永恩怎么回事？星石永恩也有点厉害啊！这家伙，这虚区可有点低呀、啊！这先来个大腰带吧，这啊，他有点厉害啊，他有点厉害。我刚才上当了，我跟你们说。不是，其实也不是虚区低了吧？我有点上当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这永恩出的什么，一开始，我特意摁了一下 TAB， 我看有没有盾弓，我瞅了也没有，我以为他的装备仅仅是这个样子。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是这个样子的装备，我没寻思他出这玩意儿了。我回头一瞅，这不对劲。是妖还是不妖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全死了。只能说这一波是上当了。哎，开心。等一下，在这儿看看这个秦姐过不过来。你在上面看到了什么？算了，不上了，跑得太快了，这打小龙吗？把小龙打了，来把这 ADC 给我杀了，兜兜，把人头拿下。这秦军怎么回事？致命点人。先撇个泥吧。兜。哎呦，我一枪好痛啊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
鸡没了，鸡搁我这儿呢。谁黑林斯巴瑞了？哎呦我天哪，我以为还能杀俩呢，这永恩肯定要上了啊。你好，再见，大我来，我看你个星矢永恩能喊成什么样子？怎么这么猛啊？这都没杀了兄弟，我靠！我撇摊大泥巴，俺俩都没给他杀掉。我听到了，溜了，差很多钱呢。几个人呢？三个人是杀不掉我。你给我回来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人是真多呀，这追，对，就硬追，嗯，就硬追。你的队友呢？我请问一下的，我的队友呢？我的炮车2100，差200。摇摇晃摇，这永恩等级真高。哎，其实怪我，我全责。我跟你们说，他把我杀了，他要没杀我。他就不会等级这么高哟。我可不是全责，我这波在第五层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先让他等级高，再让我们家中单把他杀了，我们家中单等级就会比他高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我们家中单死了，我们家中单在第零层，原来永恩这波在第五层。他先死，让阿卡丽杀，阿卡丽先升级，升级完是鸟人把他杀了，鸟人的等级就会高，牛逼。你们到底在干嘛？到底还玩不玩？怎么这么多能整人死呀？我看这鸟人能不能杀啊？可以杀这鸟人。兜。平 A， 平 A， 飞回来，再 A， 再 A，A 死他！我靠，这鸟人上路死成这样，600块钱，500块钱，554了，真能送我操！我杀这么半天，杀六个人，人家杀五个，我压了他100个刀，你们知道吗？100个刀，他居然被瞎当了，我都没想到，真牛逼！真能送啊，是给你个小泥巴，漂亮，把红打了，给我吧，你有了。哎，凯隐，这溜了溜了溜了，这算了吧，这大陆女警又死了。快走快走快走，就你走得了，赶紧溜了吧。
别打了，快快快快快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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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狼，还在那里狼，那凯野右边来不把你杀了？我，摇摇晃摇，快走吧，回家吧，这操碎了心，磨破了嘴。身板差点没累毁，来一哈，来一个啥呢？来一个折磨，我的天哪，一会儿永恩来把你们都杀了，我告诉你。兜致命点燃，我已经无敌了，跟我冲！嘿，兜，那永恩把后排都杀了吧？追他！这一给你放的呀？没事儿，他一个跑不快，他跑不快。他跑不快，他跑不快，跟我追他来。他走不了。嗯，哎呀，真是个笨逼，你去上面追呀。哎呀，这可怎么整，给我追他，今天必须追死他，今天必须追死他，给我加速，我给你减速，走，坏了坏了坏了，大龙要丢了，这完了，大龙啊，坏了，人家家永恩有点厉害呀、啊，可以啊，蓝枪他们没打大龙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其实我知道他有队友，追肯定是不太对劲的。这么的吧，稍微稳当一点啊，不要这么上头，因为他等级太高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杀他的回报太高了。兜，你可太能跑了，我操！哎，我们可以打大龙了，其实。先出个这个，我们再来本鬼书，再出个板甲就 OK 了。房管啊，我们直播间的房管们，考验你们的时刻到了，你看着没？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人在那说狗一样的主播，这一波要是不把它处理一下，肯定是不行了。处理一波，谁死了？阿卡丽又死了。等我团呢？你着什么急呢？等我打团战呢？你可背死了，这小子可300块钱呢，这小子可有点厉害，我跟你说，这小子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他要杀人了，他要吃人，把他吃了，别急别急别急，别怕，不一定能输，来小龙，
们好像有点卡，但永恩能烫死吧？应该。哎呀，我操，这都没烫死啊！好卡哎，好卡，好卡。哎，这。妈呀！不能再追了啊！这不能再追了，这可不能追了，再追要出事情了。哎呀，这把估计够呛了呀，这 AD 也不太行。我们就不去了，真的打不过呀。这永恩等级太高了，他15级，他16级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可以杀。这一波要是再杀不了，我就不叫兰陵哈。给我打死他！妈呀，1000块钱。可以打，摇摇晃摇，给我往里冲，先杀对面 AD 啊！走呗，呵呵呵。兜儿，我给你扛一下塔来。快走快走，鸟人来了，鸟人。快跑！哎，走回家了。那女警怎么跑下路带线去了呢？咱得赶紧来个鬼叔了，这没鬼叔可不行啊！没鬼叔，那家里头一个重伤也没有吗？没人一个人出啊啊！寒冰出了那啊，但是寒冰老死。我听到你了。我感觉这个红要不我们收了得了，摇摇晃，反正给那女警也没用，那女警瞅着跟不知道咋回事似的，不知道要干嘛。这女警，你大爷的，我今天不把你杀了，你看着呢。算了，不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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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不别扯淡，别扯淡。眼瞅着过来给我整没了。大龙眼儿啊！他 R 的五啊！我应该死不了，没事。别别，我怎么死的？哎，不行，基地别爆炸就行。真的，基地别爆就行，守家吧，守家守住喽。哎，这女警可太能送了，我操！还行，基地没爆炸，没伤害，换大面具吧。我就换啥也没用，这炼金这英雄就这样了，我换什么都没有用。那女警不好好玩，我一共就死了3把，你自己看全场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死亡数比我少的。
不是我出什么装备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我出啥也没用，那女警不好玩，不知道在干嘛。这英雄伤害就这么高，你要再想伤害高也没用，他拯救不了。先跑一手吧，可以，450，海隐在哪里啊？我费劲巴拉杀人家一个永恩，我伤害肯定不低，我就这么告诉你，可能只有永恩伤害比我高那么一点儿，跟我的伤害没有关系，我们的伤害肯定不低。我先给个泥吧，我打死他，可以。你瞅这俩人，这能打，能打，能打，能打。阿卡丽虽然没大，但也应该能打。我十秒有大，兜粘住。致命点燃，别急上啊！封着呢，封着呢。哎，只要不让他 A 到人就可以了。中路推能不能推？嗯，差不多可以推。推完走，哎呦，把他杀了。中路也可以，最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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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中路带了。他们家就三个人了，没用，这鸟人没有用，不会玩。那 ADC 更没用，剩个琴女儿，我们前排扛住，不好上，不好上，不好上。不是我不上啊，不好上，走大龙，啊，可以大龙。你看看我的等级，你看看我的补刀，你再看看我的死亡数，你就知道这把其实我没太浪，我就唯独就浪了一波，可能就是打杀永恩上路那波。快点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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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打，速度，蓝枪扛一下子，我吃口血了。我先把他背回去，定住他了，给我把他杀了。说到底他也只是一个小脆皮儿，没什么用。我的妈呀，假装跑啊，然后蓝枪在我们旁边把他背死，因为他身后肯定有队友，他肯定不害怕啊，他100%往上上。我们只要跑，往家里头跑，他就一定认为我旁边没有人，其实不然，我旁边全是人。再来个本儿点，跑得快点就完事了，我这装备就齐了，就这么地儿了。女警也没办法，女警其实是有办法的，她只是不好好玩。有我搁她旁边，她如果跟着我走的话，那个凯隐没有办法拿她怎么样的。
你看他，你看他那小龙刷的他不来，他自己往下跑，看着没？哎，我这泥巴撇慢了，要不然把他留住了。小龙，小龙必须得要，小龙，小龙必须得要啊！小龙必须得要。我们这边带大龙 buff， 对面敢打就跟他干。好的，准呢，蓝枪。这蓝枪其实蛮厉害的，这把知道吗？蓝枪来，蓝枪来。我要着玩没用，给你赶紧拿走，走推下路，来往下走，往下走，这不要再推中了，这带追踪就没用了。我听到你了，减速回来死，可以后期往上冲啊，冲完以后往回退，炼金不是傻逼，不是一直往上冲，知道吧，先走呗，来，这凯隐在干嘛，炼金不是傻子，他可以冲，但是他冲一会儿他要往回退。好，这波给他背回来，平 A 减速往后拉，要杀我走位，我很幼稚。拿下，耶，居然拿下了，我没想到这都能拿下，哎呀，这都能。